小姨想润蕊，静哥，是啊，思涵，我一个人带润蕊带的手忙脚乱的，家里没有你真不行。咱们大可不，不用。小姨看看啊，嗯哟，真的我们润蕊饿瘦了，那小姨就只能两妻难的回家了。终于和好了，小孩不易呀。那个，你们两个看看这个甜品，你要怎么办？我帮你们切。那肯定是我一个人的了。我是小孩，我应该多分一点。就我，这是干妈给小姨一个人做的。不用再给你。你说最最最喜欢漫漫长夜，我的爱爱爱爱意从不胆怯，有你陪伴的每一个季节，风都更温柔一些。咱们来拍个照吧。干嘛那么笑一下呀？来啊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